今天的孩子们，好想你们啊！啊，天猫的宝贝们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谢谢你们在任何方面都那么配合我跟 Piero， 然后想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最好的这份心上，我跟 Piero 真的很感动。然后以后在路上要记得打招呼哦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哇，那我们一起 CPI 的日子啊、哦！好，就是看你们从互不相识到互相熟识，然后最后还互相照顾，大家就像家人一样，就是我们很开心、很感动。还有在 singing 跟 drama 上面，你们也就是互相合作，也知道怎么沟通，就是知道吗 ？You really did a good